我这也太骚了吧！刚刚你们知道为什么没破吗？没有15颗水，消得不够干净。我就不用手消那个。其实这边好像不开龙科也可以过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边火属山无效嘛。一张大蛇就给他去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大蛇一张就打1000多万了。阿龙科那也没跳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了不管了。正常来说，这边开龙科伤害会比较稳一点啊。啊，我刚刚龙科开的时机应该是开错了，应该是要在前一回合再开，应该是开错了。波比也可以，对对对，波比也可以，不一定要火狂。这样有2万，
让我再打一次，跟你讲，再一次，这样就20000。哎，那个库拉是不是随机掉落啊？再打一次，王冠如果开龙科分数更高的话，应该分数会更高。哎，他应该是送的，是不是？18000就是送了。多少？G8的，他送G8的，18000会送G8的。